带刀的更换。一、当换刀指示灯亮起时，要更换新刀，否则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。二、卸下前工作面板，打开两侧上盖及两侧安全门，移去中间门。三、取下机体上的盖板，将两边斜板卡住，拉销卡住。四、拧开上送料棍上的螺丝，拆下送料棍。显示器的默认数字为4个0，装回带刀时要保证上面的数字不变。取下带刀，将新带刀原位装回，各部件逆向复位。对机器进行调整后，确认完毕方可进行工作。